我是 Kim， 我是 Lisa， 我们来自台湾的台中。我在加入央九委之前呢，我是一个投资理财的顾问，而 Lisa 她是一个保险金融的一个主管。那因为我们这个工作呢，虽然收入还不错，但是呢，必须是有工作才会有收入，而且因为长期的工作的压力，所以呢 ，Lisa 她也因为身体出现了状况。3年前，然后医生诊断我有罕见疾病，肺高压。对，那我那时候爬楼梯啊，爬个一层楼就很喘。可是后来在因为朋友介绍的时候，我就开始用这个产品，我就发现大量用3个月以后，我精神体力变好了，我居然可以一口气爬到4楼，我就觉得好神奇哦，到底是什么公司，就开始来了解。对我们自己，对我们的家庭都有很大的改变。那当然，当我们帮助他成功赚到钱，央九的奖金平台给我们的收入是超过我们所想的。因为一个那么棒的公司，那么大型的公司正要来整个亚洲拓展，所以我们就会看到一个很大的商机，而且这么棒优质的产品，还有这么棒的事业机会，所以我们觉得是可以很棒的，可以帮助更多的人财富自由，还要找回健康。那我们把它认定就是简单、有效、好玩。